他诗书并重，以卓绝的艺术思想引领当下。我认为应该从传统里面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那部分，发扬自己的个性。他外表清瘦，弱不禁风，气质中透着一股民国文人之风。艺术在我们身上不是说第二生命，不是，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他融会中西，淡泊闲逸，以前卫的学术精神探寻中国书法的未来。书法中国本期人物沈鹏。这里是中国国家画院，今天沈鹏要到这里为他工作室的学员们讲课。北京的冬天虽然寒冷，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对老师沈鹏的期待和热情。上午10点，沈鹏准时来到教室。今天他要为学员们讲课的主题是诗词赏析与创作。这次来讲课呢，也希望把自己的书法研究的领域再扩大一点。任何一门学科，它的内比外要小得多得多。看到大家对讲课的兴趣很高，沈鹏也饶有兴致地引起了自己的诗。自闭症沈鹏热爱诗词，曾出版《三余吟草》《三余诗词选》等多部诗集。在沈鹏看来，诗书画的创作根源都是同出一辙，相互融通，讲求的是韵律、对比关系和情感的宣泄。这也是他今天讲诗词赏析与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艺术在我们身上不是说第二生命，不是，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诗书画都应该以发挥心灵为最高境界，另外要互相融通。所以我有一句诗叫我以诗意悟书魂，是融通的。从2007年在国家画院开设沈鹏书法精英班，到2010年沈鹏担任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院长，设立沈鹏工作室以来，他的学生已经遍及全国。在这期间，沈鹏站在学术高度提出了弘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的16字方针。我认为这个应该说首先是一个艺术的普遍规律。个性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个性。就是我们提出来尊重个性，就是尊重每一个创造者的自身的创造力，尊重他的一种人的独立的存在。因此在艺术里面他就有一个原创的问题。原创跟一般我们说的创造是一致的，但是原创我认为更重视个性的发挥。都要有想象力
有表现力。透过沈鹏的观点，不难让人联想到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为清华同仁王国维先生去世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无论是沈鹏的气质，还是他对待艺术的态度和观点，无不透着一种民国文人的学风和气度。我看你那上面啊，养生计划，他对这个没什么规律。那干嘛？不是，就想起来那单词，完了就哦，那就胡康美和曾祥都曾是沈鹏书法精英班的学员，今天他们随书法中国摄制组一起来看望老师。前不久，沈鹏写了一首题为《八十抒怀》的诗，胡康美对这首诗产生了兴趣，随手写了起来。对于老师沈鹏，无论是胡康美还是其他学生，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敬仰。这不仅仅是因为沈鹏个人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对艺术的思辨精神和敢于人先的探索。我觉得沈老师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书法的方向的把握，而且是重点从书法的本体、书法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就是明确地提出来了书法的形式及内容这样一个论述，这个非常的重要，这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贡献。多少年来，人们就是把书写的唐诗宋词、名言警句作为书法的内容，这个唐诗宋词它作为一个书法的一种符号，它通过这种载体，通过这种这个符号来表情达意，那么说所表达的情和意才是书法的内容。把这个分水岭给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几十年来，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沈鹏强调的是对艺术本体的探索和审美立场的确立，更加倡导艺术向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他提出十六字教学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个性的发挥并没有来亵渎古人，而是在古人的巨人的基础肩膀上，我们能够再往上攀登，不敢于这个发扬个性，啊，不承认个性，那就是取消了一个人文思想的核心价值。我想当前书法提倡多元化，就是各家各派都让它存在，我们现在多元化不够。可能在有的人以为现在也歪门邪道太多，我不这么看，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情况是，好像看到一些作品差不多了，这似曾相识了，那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并没有把这个真功夫还没有下够，就是自己把古人优秀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这样一种功力，这样一种理念还不够。沈鹏热爱草书，更喜欢用长锋随心挥洒，书写性灵。有人说沈鹏的书法和他文人洒脱的情怀，应该是源自他从民国到当下的人生阅历。如果说他的书法是一种传承，倒不如说是他对待艺术的态度和人生的感悟。好，真好，很好，好，可以吗？好。看画，我看得多，
看得多。那书法和绘画有共通之点嘛，结果的原理啊，在这个笔法的运用啊，虚实轻重疏密，就是谢赫的六法六条，从气运开始，那么同书法有很多共同之点。另外我那时候没有太专门练字，但确实看的还是多。我每写完一篇文章或者写完一篇报告啊，我都要用毛笔字来写，但是我没有很好的去练贴。1931年9月1日，沈鹏出生在江苏江阴，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延续着民国文人的学术思辨和批判意识，这对沈鹏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出生环境是就918那一年了，国难危机的时候出生的啊，我父亲是个老师，我的一些亲戚啊，都还是文化水平比较高。那个时候如果要从书法来说的话呢，那个年代的这个毛笔文化还是比较普及的。沈鹏5岁上学，他就读的城南小学是他的外祖父卖掉工厂后捐资创立的江阴第一所小学。可是就在上学的第二年，日军侵入，只有6岁的沈鹏和家人被迫到上海逃难。正是这段经历，也就有了他后来这首《假使大江翻浊浪，断无小雁印新泥》。懵懂哪时卢沟月，顽钝敢称元日旗的经典诗句。后来我们就逃到上海，上海我念小学，念初中一年级，念到初中一年级，逃难，后来又1943年回到了老家，叫你继续念中学，南清中学，130周年的历史现在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功先生就曾对沈鹏有过这样的评论：普思教沈鹏先生逾30载，观其美术评论之作，没有独到之处，所作行草无疑旧时窠臼，亦贵创新，先生得志。赵朴初先生也曾说，沈鹏的书法大作不让名贤，至所钦佩，其诗作清新挺健。但回想起当时能够走上这条艺术之路，沈鹏除了家庭的影响、个人的爱好之外，身体的条件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整个的中学时代、初小学时代，我要提一下什么呢？提一下就是我的身体非常病弱，我不可能去干体力重的事情去干，做不到了。我只能在文科方面来发挥自己的一种能力，而在文科方面，当时我的最喜欢的还是文学。那时候我父亲在上海带回来一些刊物，一个是《观察》杂志，一个是《文萃》，另外我读那个五四时候的散文、诗歌，读这个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些对我影响比较大。高中时期，沈鹏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愤青。这种性情的形成，一方面是受五四时期的文人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了明确的辨别力和渴望自由的精神力量。这本名为《曙光》的文学刊物就是他在学校期间组织创办的。到了高中的时候以后，逐渐的觉得做新闻工作很好，因为那个时候年代新闻工作是比较能够为
老百姓代言。曙光这个词在当时就暗含着，就是这个现在社会黑暗啊，我们期待着曙光。除了这个发刊写下来第一篇文章《思想自由与文化》，当时笔名叫楚剧。这个社会在当时情况下还是统治比较厉害的。在这篇文章中，沈鹏写了这样两段话：在民主潮流激荡澎湃的今天，自由仿佛成了空气中的氧气，是保持国家与个人生命的必需品了。自由不是放任态度，争取民主而所以为的是人民有思想自由。我们要有新的见识，歌颂善的，鞭打恶的，向不平的黑暗世界要合理与光明，美丽与良善，向思想解放的大道上迈步前进。所以思想自由才是目前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我对当时那个思想不自由，对当时专制文化，我提出了意见啊，提出了自己的一种认识吧。就书法而言，沈鹏更希望从作品中能流露出一种书卷气，简约自然，能够直抒胸怀，让人产生无限的想象。其实沈鹏热爱草书也不仅仅是因为草书的自由奔放和传情达意，少年时期一个难以忘怀的情节也是让他眷恋草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喜欢书法，我记得那个时候书上头有岳飞的“还我河山”四个字，现在能看到的。其实也不是岳飞写的，我就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就把那个“还我河山”四个字反复的在琢磨怎么写的，因为那个草书啊，他这个笔顺怎么过来的，我当怎么也闹不清。我就临啊，拿铅笔临，大概临了有几十遍。就是从那个时候来说的话，就是喜欢这种草书。草书就这样烙印般留在了沈鹏的心里。上课之余，沈鹏跟随老师学习诗词书画。在那段时间里，沈鹏的绘画主要临习《芥子园画传》，而书法则以柳公权、赵孟俯、王羲之的部分字帖为主。画画呢，一个老师叫我刚才说的叫曹竹君，临《芥子园画传》，第一次是临他自己的画，一幅画不大，山水。临完以后，这我第一张作品，第一次临习作品，时间大约是在我14岁左右。临完以后，他当时马上表示非常吃惊，他说：“你这个画，你注意到了留天留地了。”他说：“我这个原来画的时候，我忘记留地了。”这件事情事后我想起来，是不是我从一开始的对有一种虚实的感觉，就一开始在我的一种叫基因或者叫做我的潜意识当中就成有一种虚实结合的感觉，可能有这一点。对于艺术，沈鹏自信而坚定，那种领悟能力深受老师的称赞。1948年，17岁的沈鹏考入了南昌国立中正大学攻读文学，但上学不到一年，他就自作主张地退了学。念了一年大学以后，刚好是1949年，我当时就不想再念了。
不想再念，一个原因家庭经济不太好，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我不怎么想念这个大学，我不喜欢老师那么课堂上那么讲啊，尤其是在江西那地方也没有著名教授，从内心来讲我觉得我从那里都学不到多少东西。那么我学什么呢？我还回到新闻。1949年，沈鹏考入了新华社新闻概训班北京新闻学校。就在这一年的10月1日，沈鹏站在天安门前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也正因此有了他这首饱含万千思绪的诗句：世波回荡万人呼，新起长征照日苏，四海奔趋勤问道，盛世忧重为公书。在北京新闻学校学习一年后，沈鹏被分配到了人民画报社工作。他曾先后担任社长室秘书、总编室副主任、副总编、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这里一干就是几十年。这期间，沈鹏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现代绘画和西方哲学以及美学理论，这无疑开拓了他的艺术思维。